好，我们看一下哦，这样就全部可以塞进去了。看一下，靠近的时候电风扇就会转，啊，离开的时候电风扇就会停。好，那里头装的110V 转 5V 就是这个东西。好，看可不可以再找到更便宜的，目前的价钱好像是，我那天订好像是70，不过这样全部都可以塞在一个小盒子里头。好，去，然后这个就是外接的开关。好，这样，好，那手开靠过去。好，全部都是在可以一个在一个盒子里头完成。